头顶通，头顶通，我又看到了那个，在地道里面啊，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了一个像大广场，地道里面的，广场啊，上面一个穹顶，啊，原来这是这个地道承载着人类，共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，任务在里边啊，这只是一个开端。不是结束啊，这只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开端啊，这是一个开端，不是结束，这是一个开端，只是一个开端，不是结束啊，只是一个开端，不是结束啊，只是开端啊，后面后续啊，后续啊，人们的计划。不是叫人们的计划，某些人的计划，讲他大踏步的跨境，大踏步的跨境，他把本来这国家自己的养老钱、教育钱盖上名声的那些钱呢，全部拿来了去投资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了然后投到的地方。别人生活改善了，而自己的国家，就是越来越贫困，越来越贫困啊！这么多年来了，一直处于贫困状态，这个就是，永远跟外邦啊，也不能跟家奴啊，体现的淋漓尽致，淋漓尽致啊，体现的淋漓尽致啊，但是这个是会迟早会被人家看清楚的啊，看明白的啊。迟早会被人家看明白的知道了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